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奇校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13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来给大家做这个 Stereo Series 工作室系列第86号的瘟疫。为什么这一波最新的玩具里头我要挑这个呢，而不是大家呢比较关注的 L 级的钢索，或是目前很多人讨论的这个 Horror 呢？这个原因是，第一，这个瘟疫这个人物的话呢，他我过去的玩具呢只有到 Deluxe 等级，就是泰坦回归还有这个经典 3.0 都是做到 Deluxe 等级。这一次他突破了一个尺度的尺寸的上限，不对，应该讲说反正就是玩具的这个规格有提高啊，所以呢我觉得我对他期待度是比较高的。再来是他的一个编号是第86号，那 Transformer The Movie 是1986年所上映的，所以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此呢我就把它呢给列为这一波 SS G1 大电影系列的第一个分享的玩具啦。那它的一个背板很有意思，这个背板对我来讲意义非常的重大，因为它为我呢算是拍板定案的一个设定。大电影里头呢，狂派的很多人物呢受了重伤之后呢被丢进宇宙空间，然后被宇宙大帝给重新改造了。那么呢，当时扫荡队的成员其实是量产兵，那狂飙或者是瘟疫的话呢，到底是由哪些旧的狂派成员所变形成的？我旧有的印象里头，狂飙应该是机械昆虫变的，然后扫荡队的这个瘟疫的话呢，应该是 Thundercracker 变成的啊，我的印象是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呢好像也没有说定，我只依稀记得那个画面是这样。但是我们看这一次官方给的背板啊，可以看到啊。如果这个背板是正确的话啊，如果其他人没有共用的话，如果这个背板是属于他独占的话，他是这个秋星虫嘛，这是蚱蜢嘛，那中间这个应该是谁？应该就是独角仙那个家伙啊。如果这个背板没有其他人共用啊，他就是应该是由这个炸弹所变成的，那或许是吧。那这个简而言之呢，总而言之呢，这个算是解答了我多年来的一个问号了啊。那就感谢这个背板呢给我提供这么样的一个设定上的拍板。那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Voyage Class 的瘟疫，其实呢以人形来讲的话呢，我对它的满意度呢是非常高的。首先它这个四肢比例非常的漂亮，尽管背包非常的巨大，而且呢收纳来讲呢其实并不怎么样的啊，这个地方是直接就是放在后面啊。那出拿到从盒子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卡扣的，这个地方啊记得把它给扣进去。玩具可能一开始拿出来的时候它是并没有扣好的，后面的造型呢这个是它能够折的极限了，已经就这样子了。那你可以看到呢后面这个地方啊，非常明显的一个镂空啊，这个是赤裸裸的镂空啊，它这个旋转关节在这里啊。那我初拿到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转动非常的紧，那甚至转第一次的时候它直接就这样子就直接就喷溅喷出来了啊。那只有这一次会喷啊，另外一次是不喷的啊，那就再一次扣回去其实也就好了。但是我就告诉各位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硬是加了这么大的一个空洞啊，小腿后面倒是非常的饱满啊，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么这一款的一个两大亮造型上的两大亮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头雕了啊，这个人脸的造型我是比较喜欢，然后长胡子啊，果然是外星机械生命体啊。然后呢这个面部你看这鹰钩鼻啊什么的也是做的非常的传神，眼睛是邪恶的血红色。但是呢我这一款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涂装是不是出了点问题啊，有一个蓝色的一个溢漆，还是说没涂到的一个感觉。胸口呢久违的狂派标志再次出现，另外一个亮点是他的两手居然是不同造型，一边是握拳头的手啊，一边是爪形的手啊，非常的难得。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握武器的话呢就自然是会以这个握拳的这个来握的话呢是会比较好一点点。那转动过来的话呢可能呢也就是方便做一个两手持枪吧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爪形，如此一来就可以轻松做出双手持枪的一个样子了。那还是附带了一个特效键，但是这个特效键我的感觉是非常的丑啊。怎么个丑法呢？因为它的一个形状非常的怪啊，你转动一下的话呢，你这样转动的话呢，它的一个形状是变化是非常大的，有时候会下垂啊，有时候会上 有时候上来，有时候下去啊啊。尽管我知道这是正常的，但是反正就是这个特效键我个人就觉得并不喜欢的一个，并不喜欢啊，不是非常喜欢啊。以特效键来讲，特效键我都嫌是怎么回事，因为特效键还能被我嫌，
它真的是很丑，你看到没有？就很怪啊！你看到这个怎么会往上飘呢？然后你稍微转动一下，可能好一点，你再转动一下，这角度就很奇怪啊！啊，莫名有喜感的特效键，莫名有喜感的特效键，就暂时把它拿掉吧。那它其他的可动的话呢，也给各位做个展示啊。头部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动非常之好，手臂也可以平举，而且它上面的这个地方啊，它整个造型是非常饱满的啊，然后也有很漂亮的一个过渡，而且不是球形关节啊，这一点可以大大的嘉许一下。二头肌在这个地方是可以另外再单独转动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一个，因为这个地方比这里松啊，所以转二头肌的时候是连这里一起转了，其实是可以单独去转动的。手肘90度，腰身也是可以转动的，然后的话腰的话是真的是特别做出来，并不是变形的需要。前后踢没有问题，但是往内折的时候啊，就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它这个部件啊整个都是上漆的啊，还是容易有刮漆的一个状况，膝盖都是偏紧的，你往上踢啊这个地方留意一下，别再蹭到了啊。这个王国的那个 Voyage Class 的金刚王已经给我一个教训了啊，这个往上踢的时候还是留意一下。脚踝呢有接地啊，一点点，并不大。脚后跟啊，这个地方忘了翻出来啊，脚后跟啊，这个脚后跟的话是可以单独翻出来的部件，这个单独翻出来的部件的话呢，在人物的可动度上是提供很大的帮助。第一，它站得很稳，再来呢是你要做一些啊，比方说往前奔跑的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偷偷的啊把这个脚后跟的这个部件呢把它给立起来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对于人物的一个站立性的话，你看我这个地方把它立出来一点点，它人物的话呢在站立上就会提供很大的帮助，这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加分点。至于涂装的话呢，就因为配色也是蛮接近的了啊，然后指甲的话特别有做一个分色出来，这个的话呢算是人形的一个造型的美感上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略为无聊的变形过程啊。那首先的话先把这个脚后跟收进去，先收脚后跟再收脚趾头，然后呢两腿呢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合并。合并之后的话呢，我会建议呢先把这个地方给解开啊，这个地方给解开，另外一侧也是一样，先把它给解开，解开之后往后面提啊，我只是要腾出一个空间而已啊，然后方便我把这个手呢给往下拉下来。往下拉下来之后呢，这个手直接往下掰就行了，手部给转正啊。转正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内部是有一个凹槽的啊，凹跟凸的一个结合，在这里啊就把它给扣进去，这个直接手臂的话是整个放下来然后扣上，这里也是一样，直接整个放下来啊，对准了之后把它给扣上这里。好，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后面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把这个整个头从这里整个拉出来。我不知道说明书这个地方是我的阅读障碍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说明书在这个地方的变形呢可以说是就是讲解到明明很简单的步骤，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讲得那么复杂。你就把它整个往后面拉，整个往后面拉，能解开的全部都解开，包括啊这个部分的话往前面推啊，跟这个前面结合之后把这个地方往后面推了啊，然后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两个凸啊跟上面的两个凹啊啊做一个结合，其实就是这么就这样子，它的变形已经差不多快变完了。再来的话这个部件就顺势往下压，然后呢这个盖脸的这个部分就把它给盖下来，然后把脸给包起来了，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里面的这几个部件呢给翻折出来。首先的话这个地方往上面抬，这里有个部件可以往外翻，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可以稍微挨着就好了。它主要的结合卡扣有两个，第一个是把这个部件整个翻下来之后，这里啊这里是有一个凹槽，不对，有一个 C 型扣还是什么，应该讲什么，反正就是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在这里啊把它给扣进去，不扣紧也没关系，你可以先把它给往这边推过来。这里主要的结合就是在这里，这个地方是有个洞，跟这里做一个结合，跟这个地方哎扣上去，这是主要的结合卡扣，还有前面就把它压顺势压下去就可以了，在这边主要就在这里，看到吗？这里哦，这个地方压下去，然后前面把它压下去，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底盘收过来 OK 了。另外这的变形也是一样的啊啊，如果你要更快的变形的话呢，你是直接把它给往后面拉，然后先把这个往内折进来，然后前面呢扣紧，然后后面这个地方就直接的把它给包覆进来，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扣进去，这里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再来按旁边这里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的公差呢是基本上还蛮准的，已经是算是
按一下，原则上是会扣进去的啊。那万一没有的话怎么办？就把它扣进去为止啊，就怎么这么说了啊哈。好，扣进去了，我们这款扫荡队的一个瘟疫的变形呢就算是 OK 了。其实这个变形过程是蛮有点无聊了啊，我本来讲蛮无聊，本来要讲很大声，现在想想可能伤到某些人的心，我还是讲就比较普通一点，因为它很典型的就是把这个背包拆开然后把人给包起来啊。我还记得这个泰坦回归系列啊，第一波推出的时候呢 ,Deluxe 等级的这个瘟疫呢也是里头表现比较普通的一款，比较弱的一款。那么这个的话，以无一级的玩具来说，这个变形可以说是真的是蛮有点无聊了，有点无聊。主要的结合卡扣在这个地方，这两个部件跟脚扣进去，然后两侧保管的地方夹紧，前面再夹紧，也就变完了啊。那底盘就是这样。机器人的手呢，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啊，放在桌上，尺寸大小就是如此这般。那我们拿出一个这个 Deluxe 等级做个对比，然后呢它的一个武器按照它的说法是没有得藏了，只能放在侧边，然后这个谜样的一个攻击波啊，就放在这里勉强还。节目的最后呢，我补充一个说明书里头有提到的一个形态啦，我个人是觉得好吧，既然说明书有提我们就变一下好了。首先呢先把它这个地方呢先再次的给解开，然后我们解开之后啊，就是这一块部件呢要把它给挑起来，从这个地方就把这一块部件呢给挑出来，这个地方给挑起来。好，挑起来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呢？这两个凸啊，这个凸啊还有对面这个凸啊，刚本来是扣在里面这里，我现在指甲本来是扣这里的，现在要扣到上面的这个的里面，就是把它转到这个转扣到这里。但这个时候你就是这块部件就是要本来是压平的，现在就是要抬一个角度上来，然后呢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地方也是一样扣进去。好，然后就其他地方就是你看两腿它依然是有结合的，然后上面这个部件跟这个地方也是都有，其实都有结合了啊。一体性的话呢是不会散架了啊，然后这个地方就翻出来，露出它的人脸，然后再把两侧这两个地方给翻出来。我没有骗你啊，说明书就是还有特别强调这么样一个形态，然后就强调好像这个武器还要再装上去。我真的不太记得巨万里头有这一幕吗？是不是？反正可能有吧，不然他们不会特别去把它给弄出来。反正就是有这么样一个形态，你只要记得啊，就是这两个结合的卡扣呢本来是扣里面的，现在把它翻上来一层啊，挑起来之后呢扣在这个两侧啊，这样子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隐藏形态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好吧，那总而言之呢，这一款以无一级玩具来说呢，我个人并不觉得它有什么惊喜了啊。最大的卖点就是它的一个人形的一个美型度啊，突破了以往尺寸这个 Deluxe 等级变成了 Voyage Class 玩具，就很大，人形的比例很漂亮啊，这点是没有问题的，载具也好看啊。但是以变形的过程来说，这一款确实是比较平凡无奇一点。那今天就跟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